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这些可能的。十一级的强阵风在转弯处有风线效应，因此呢，像是在跑。受到山陀台风的影响，高雄迄今一早。哇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啊，这个时间呢是10月3号，原本就是我们今天要下高雄，然后因为明天礼拜五10月4号呢，高雄富邦人寿有一场演讲，它就是卡在这个台风，那这台风它速度就特别的慢，那所以说我们从原本台风从气象说有台风是礼拜天，一直到它一开始预测是礼拜二登陆，到下礼拜四了。刚刚中午12点多才正式登陆台湾，所以现在就是卡在就是这明天到底下不下得去。那饭店呢，原本今天高雄的饭店我们也取消了，这真的是太麻烦了。那因为台中啊，现在啊给你们看一下，哎呀，台中家无风无雨啊，你们懂吗？所以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哎，我们打算出去外面吃个午餐，顺便来看一下台中的环境。那我们要等今天晚上8点宣布明天高雄人都继续放台风假，如果明天有，那明天演讲就会延期，如果没有，那我们就今天晚上要下去高雄，好不好？哇，现在风超大，给各位看一下，哇，现在台中的风大概就是像这样，超大超级大。哇，这个台中捷运这个时候也都没什么人，然后再变15分钟一班。哇靠，这个人潮也太可怕了。人家都是机车双载，而我是轮椅双载。由于 U-Bike 不能骑，加上又要去比较远地方，于是我就跟女友提议，在公园的地段来试试看轮椅双载。靠背，人家是28岁有车载女友，我也是28岁有车子载女友啊，只是轮椅。结果女友反应是。高小姐，高小姐。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来找这个白衬衫，因为陈护理师他要去面试。我们来这个 Uniqlo 来看一下，里面有没有白衬衫？卖白衬衫。这件是感觉比较挺啊。哇，假日人潮。超多，超级多的，特别喜欢 iPhone 16这个颜色，很赞啊！而且它这个有点刮痕哦，比较修。大字的，大字版本的。写什么？46哦，啊，这个是黑色的 Ultra， 黑色的 Ultra。我不看表带。应该是这个吧？跟这个吧？那我写在哪？那表带上啊。46奇怪，它不是。我们来看电影，台风天看电影啊哈，没错。现在目前台风其实风雨还没来那么大，所以我们就跑来看电影。哎呀，我们现在进来这边呢，到底电影来播，同时待会就会知道到底有没有高雄有没有放台风假。我们看完电影。
好，我们看完电影了，然后刚刚新闻也公布，台高雄明天电子上班上课，所以演讲要延后了。那我们现在先回家。是啊，现在这个是晚上的风。哦，台中几乎一整天都没有下雨，但是就是风大。风还蛮大的，但是就是你说有到台风等级大吗？好像也还好，就某几段稍微大一点，但是也没有到说哦真的大到不行。重点是完全没下雨，然后赚到其实昨天也是就赚到两天的台风假。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回家结束今天早上的台风天跑出来。原本这集 vlog 是要录，就是记录，就是要去高雄演讲。就直接变成一个台中 vlog。 下车回家了，回家吃晚餐，回家。对面那个天空的雨，你看完全都是没什么云都是干净的，好扯哦，这边有没有？好扯哦。幸运啊，今天这样一整天出来都没有遇到下雨。就是现在你们看到这样子，感受就是现在风是比较大，但是除了这样子之外呢，其实就也没有其他感觉了，好不好？真的挺幸运的。好了，今天这一期的 vlog 差不多到这边啊。不对啊，我忘记了，我要给观众看一下，我们今天还要买了一些东西，尤其是我买了一个手机架，来待会回到家来给观众看一下。好，各位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刚刚今天买的这个。那这个能干嘛呢？它有一个磁吸的作用，它吸在后面。好，那它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立体的支架，然后它可以把它摆在这桌上，像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看剧，或者说开直播也很方便。然后你也可以把它转过来，好，当这样子看，真的超方便的。然后像我偶尔会用手机拍录影嘛，没想到我也可以这样子拍，好，或者这样子拍。反正我就觉得这整个都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我就把它买了。这就是我今天好不好得到这个战利品，个人目前觉得挺喜欢的。来，这个是陈武律师买的，这个来拔下来给大家看看。拔下来吗？它就是可以一样，可以吸附在这个手机背面，然后可以转，然后它有个钩子嘛，这边有个钩子，这钩子就是可以手可以勾在里面，所以也是挺方便的。好啦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战利品，是今天的利用这个台风天，刚好也是我的休假日。然后说去这个附近的百货公司稍微晃了一下，那也蛮幸运的，今天都没有遇到下雨，就真的是很幸运。我觉得台中真的是一个好地方，就是常常就是台风，但是其实都风雨都很小。那也希望这个高雄，这个因为我知道高雄很严重，那也希望说这个高雄的朋友们就是可以赶快尽快的，就是如果有受到灾害的地方可以尽快的复原，好不好？那这算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vlog。好吧，那就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